让我们开始吧。右转，在环形交叉路使用第二个出口。使用出口，在环形交叉路使用第二个出口。使用出口。然后左转，左转，靠左，然后左转。左转。
使用左边的出口。前方右转。右转。前方右转。
好的，让我们再计算一条新的路线。前方左转。时速。继续执行。
请注意您的时速。
请注意您的时速。靠右，然后右转。右转。到了旅途的终点，